具 D219 夹具自动涂抹机，用于具备均一可塑的涂抹。该仪器拥有精心设计的涂抹支架，可任意增加支架负载，以适应不同平整度的饰板。PGD218 可在2到100毫米每秒的范围中进行宽范围无极调速。拥有高精度直线导杆以及直流无刷电机，使涂抹速度更平稳。特殊加工的高平面度的玻璃平台，方便维护和清洗。该仪器是用各种不同形状大小的涂抹器及涂布棒，还适应各种不同厚度的底材。首先打开电源开关，开启仪器，按下绿色启动按钮，滑动支架往右移动，旋转调速旋钮可设置滑动支架移动速度。在仪器运行过程中，按下红色停止复位按钮，滑动支架将停止运动。如果仪器处于停止状态，按下停止复位按钮，滑动支架往左复位移动。按下行程选择键，可设置滑动支架移动的终点位置。本机共有四种徒步行程选择：100%、75%、50%以及25%。代表滑动支架位于平台左端起点时，右移到终点的行程距离占仪器最大行程的比例。操作者可根据机材大小选择所需的行径。按下左右键即可随意设定涂抹起点，适应不同尺寸的底材。PGD219 夹具自动涂抹机包含两个砝码、一根电源线，另随机附带校准证书。